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有关食盐的叙述哈，下列何者错？我们看 A 选项，化学式是 NaCl， 这是对的。再我们看 B 选项，溶液水会导电，这个对。哦，溶液水它一解离成钠离子，它跟氯离子，哦可以导电，这是对的。C， 通常用于调味或腌制食物，这个对了。哦，这食盐呢，是可以吃的，哦可以调味。好 ，D 选项，溶液水因产生氯离子，故呈酸性，错了。哦，它是中性的，好，所以错的是答案是 D。